ルフィ、海賊王になる男だ。雷鳴発見。非常感谢。这神女不跟我打，太稳了吧？没事，我在这里。啊！没事，别怕。哎，不不不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红蓝 buff 没了。哎，这一波这个蛇女无敌了，没搞到 buff， 送到蛇女手上去了，完了，这就不好搞了，这就不好搞了，走位，我现在不停的走位了，他蓝也用不掉，能不能帮一波把他 buff 拿了？把他 buff 拿了，我现在得跟他保持一个非常远的距离，不然我很容易，哎，这个往前拉走位有点东西，不是你被发现了吗？那我被发现了怎么的？我现在要看着他，要盯着他，你要知道他什么时候想堵你，知道吧？来，我给个信号，你可以绕一手。他很嚣张，你看到没有？那边打起来了，我还帮不了，我被他压制住了，没办法，没办法还手。我现在只能偷钱。我先打他没用，他有红 buff 啊，他回血很快，而且我一旦被他打到，我就巨伤，所以我得保持距离 ，Q 他一下就够了，打打钱，哎，有鞋子跑得快。哎，偶尔上去摸他一摸，比如说这把，哎，就很痛。哎，哎，好机会，我有闪，这个蛮王只要来他必死的，我闪现定，一箭双雕，走，骗他毒，骗他毒。感谢唯一女粉送上的大飞机，骗他毒，蛮王回家嘞，快，好机会，这个血量要抓，我黄牌在手，没事，并不是很痛。哎呀，我没 Q 到，算了，我回家了，我这个血量不能玩死了。先来个鞋子，骗一骗他的毒，耗一耗他的血。哎呀，哎，不会吧，大哥，龙头是怎么想呀？怎么人头，这人头不是我的，那边有人，那边有人，快点快点快点，这
这个为什么？哟哦，进化哦，嘲讽进化哦，这个进化太嘲讽了。这气我拿他没办法。行。为什么这人头不是我的？啊，很奇怪。别吓我。别吓我。哎，他现在没招。他现在有点急。他现在有点急，我有金身啊，我不去的。哎，那你没了呀，我点死你，我点，我往上走位，你怎么说我还就一个 Q 拿人头。哎哎呀，为什么呀，这是为什么呢，一个都搞不到。好气。哎，就骚扰他，牌飘了，他很痛。你往哪跑？哎，你跑！这次黄牌留着不放，多棒哦，是吧？先甩了一个 Q， 看情况，因为他 AD 肯定死了，他 W 交了。等我一次啊！特意留了一手，我打团喜欢留一手。在右边，没事，他抓不到我，这你拿我也没办法的。来了，来了来了来了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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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在逗我吗？旋风斩背后也是可以打到的，这里有眼。哎哎，逗他逗他，哎哎，逗你。哎哦，这把人头我再拿不到，我一头战死。这个小走位让他根本无法猜测啊，就给他来反的。没事，有我在他跑不了。你没了吧。哎耶，这个人头始终拿不到嘞，这个我要了。没事，身后有我有金身，不怕。我靠，这个太凶残了吧，兄弟，救不了你啊！被终结了，闪现大招，这个莫德凯撒。溜了溜了溜了，不是我不救你，我怎么感觉这小炮以为我走了还是怎么的？回家喽，哎，然后我再放 Q， 嘿嘿，我等他莫德凯撒回家哦，他以为我走了，没想到我又回来了。炮车是要吃的，哎呀，我真没要说本人了。哎，来人来人来人，他太嚣张了，不能让他这么发育下去。来来来，他想抓我，哎，骗他，哎。哟，没事，我有金身，你懂的。哎，切黄牌，不会吧？那你不死啊？哎，对我报仇，感谢顶顶好久不见的大飞机，谢谢顶顶。这个人真的是莽夫，拿命跟我换。我在勾引他，他伤害太高了。我这个人都换他，这个人都不亏啊。我有大，他们也就这个东西肥一点。杀他蛇女先，这么远也能
哇、哦，这个崔斯塔纳，你是疯了吧 ？Q 塔没关系，他们都跑不了。我走位 ，Q 一下，好，都得死，开大招，飞过来。哟，怎么了？你这个辅助想干嘛？这个走位走得好，我往这边走，他肯定往这边跑的。漂亮，一个万能牌，嘿嘿嘿，这个万能牌有点炸糊啊！我没想到侧面的万能牌刷到了他。三伯，他是来不及的。当他快要摸到我的时候，我溜了。我可以反埋伏一手这个卡乔贝亚。我来了。反埋伏你走，哎，没想到吧？走位走的怎么样啊？哎，没想到吧？当你看到我的时候，你就已经死了。走位没关系，有走位。耶！三厘米大招丢哪一种人回家喽。这是什么呀？圣盾之物，这是什么呀？头盔吗？不太懂，要研究一下了。来个加一速的45 CD， 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去单带了。我想把这个卡肖佩亚单吃了。我不知道他身后有没有人啊？螳螂阵啊，没人。好，这个时候要给你们展示一下我操作了，我的细节走位了。他看到了我。哎，这个走位怎么讲？就给你硬顶，你又能怎么样呢？这个走位怎么讲呢？这个走位怎么讲呢？啊，你秀我，对不起，反秀。一米，哎呀，为什么抓到了我这个 Q？ 我这种走位他也抓到了，啊，这个走位也把我抓到了，好气！我刚没闪的，感谢疯子是阿鱼送的，没办法，只要我们的队友太给力，你想杀我？我有走位，哎，没关系的，来，我黄牌已经准备好了，走位，这什么？哎呀，我被晕住了。好，哎呀，这什么走位啊？你在戏耍我吗？我有点，啊 ，Q 这里甩这里一个闪现吓唬你。哎，怎么一个蓝牌炸死你，一个点燃烫死你，一个金身秀死你。感谢龟头送上的飞机，谢谢。